イエーイ。来呀来呀，看有是你的福气啊，看无是恁兜的代志啊。我们讲了，1号到15号做一批黑金算，然后休息一天，16到30，他又可以休息一天，31号，1号再做，这样一个月可以2批。OK，等一下我们来收。现在给你看那个灯啊，你看啊，在这边，OK，so，我可以关了，关灯了，OK，把它拔出来，OK，关灯了，等一下我们才拿出来，等一下我们才拿出来啊。给大家看，我昨天弄那个冲那个讲那个拜佛了啊，初一十五啊什么啊，我们拿花回来冲凉啊什么的哦。连啊那个怎么做这个瓶子？OK，我们过年吃的那些糕饼的哦，也不要太大，不要太小了，因为你够放花，已经这样已经放了一大包的花了哦，OK，连这个孔是怎么弄来的？这个孔是。绑那个，水盆的杯芯啊，那些啊，我就放在火那边烧，OK，给你看啊，哪呢？放在火这边烧到它很热了，你这样转一下，它就融一个洞出来了，OK，还有那个小孔呢，是这个，小孔是这个，啊，你放火烧了就可以有小孔出来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容易哦，容易做哦。OK，然后你就随便这样啊，这样多就多一点，少就少一点，它烧了你就它就可以了。OK，我们来看，然后你把它穿进这个，这个是厕所了。OK。把它的这个，把它的拜啊，把它的拜啊转出来，OK，这个那个水龙头螺丝孔呢绑进去，啊，这个绑转起来，OK，容易做哦。OK，然后你就把你要的花，你的那个要冲凉的拜佛的花放进去了，转紧它就可以了，很安全了。它的重量啊什么啊，我们量过了，这个瓶子是 OK 的。OK，你看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啊！OK，Pikachu，你上来了，你有没有中马票？这几天我们全部都有中，因为都是买 iBet 啦、System Bet 啦。我的房客他们中了几次，他的生日，那个什么 Jeffrey 啊，他讲他明天请他吃饭，因为我买 iBet 啦，买十块中100。好像是10块是吧？5块还是10块？不懂，忘记了。OK，来，我来拿我的那个饭锅下来。哎呀，拿饭锅也给你们看呐、啊。拿那个饭锅下来。OK，拔掉了。OK。哇，很香的，闻到那个蒜头的味道，很香的。OK，这边也有 standby 买了一大堆，你看。OK，给你们看的，来，这个是明天才弄的，16号了。明天我们再来数一下，一包几粒？大概我算是14到16粒。14到16粒，我们明天来拆马票，OK？我们明天拆 4D，OK？
OK， 明天呢、啊、给他饭锅休息一天。这三包 NDC 买的，一包四块八毛多，四块好像九毛四还是八毛四。OK， 明天才做，这个就放一边。OK， 我们来开锅了，看这个锅啊，这个黄金蒜啊，你看啊，开锅是怎么样的、啊、？OK， sticker 撕掉，哎，没有这个胶纸，怕他们开来看。OK。哇，你看还有水淋淋的，哇，水烧了没有？哇，很烧啊！哇，那个布也很烧啊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烟呢、啊？很多很多烟呢、啊，哇，很烧！哇，整锅拿出来。哇，这么漂亮！哇，看到烟了没有？有没有出烟？啊，那个锅底，你看那个主板还在那边。啊 ，so， 明天我们来做第二批。这个第一批，哇，很烧啊 ！so， 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哇，你看。独蒜一粒一粒的，哇！你看下面这它会有一点点啊，嗯，耶！你看，哇，那个布的看湿湿的，哇，你看湿湿的 ，OK， 就是这样了，哈哈哈哈。啊，给你们知道了哈 ，so 明天，看啊，我们一号做，十五号收，十六号今天不要继续做了，给那个饭锅休息一天，十六号到三十号啊，你自己猜啊，猜有是你的啊，OK，That's it， 胖了，因为我。跟你们讲，用那个汤匙啊，烧那个火去烫死那些泡泡的东西哦，那个臀部生泡，烫到干干净净。然后它还有一些是因为很多个月很久了，几年的哦，它在血液里面它浮上来哦。我去买一个烫斗，半夜不用点蜡烛，还是不用来的什么，我就直接用那个烫斗哦，调到最低的，一开马上又关。哇，那个烫到哇，很舒服的，每天都很好睡，很好睡，哇，平平安安的 ，OK， 所以就现在是七十公斤，本来还六十五、六十六，现在七十了，七十了 ，OK 啊，拜拜，谢谢，明天我们再来做。